快睡吧，沈先生。嗯，你会杀了厉叔叔吗？他伤害了我。他是伤害了我，但我却因此能看见了。在这件事上，我是不恨他的。但他一直纠缠你，伤害你，我觉得他应该受到惩罚。这不是你该想的，快点睡吧。晚安。晚安。想不到这个祸害比耗子还会大动。大亮哥，你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是谁把你弄成这个样的？你跟我说，是不是有人给你上刑了？我被人绑架了。这个混蛋，我就知道是他骗了我。大亮哥不好，
哥，我只是想去给你冲杯热可可。不行，现在他们都要杀我，不能开门。好，不开门，不开门。你刚才说的他们是沈之恒，你放心，借他十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到我家里来杀人，除非他是不想活了。他敢的。我们哪儿也不去，不开门。没事。小梁哥，你要是害怕，我们明天就离开海东，回老家好不好？不行，我现在不能露面，沈志恒把我的一切都毁了，池振又会找我麻烦的。好，我们哪里都不去，你就安心的在我这里住下，我这几天我也在家里守着你，好不好？你这儿的仆人靠不靠得住？他们会不会出卖我？你放心，我明天就给他们放假，就留小桃。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绝对可靠。你相信我，小梁哥，相信我。你先睡个好觉。你安心睡吧，否则不等沈志恒来，你自己就把自己给吓死了，啊。别管。好。我不管的，没事了，小梁哥。睡吧。